冬雨，郭小姐，你是来跟副总讨论婚礼事的？是啊，我来找安迪哦，讨论喜饼的代志。阿舅，对啊，这位小姐哦，搁给我这些意见呢。恁先生的员工哦，拢足清楚的。艾伦，这是员工休息室，咱伫遮会加入的员工休困，去我办公室。好，多谢你。冬雨，啊，今麦什么状况？你不是跟安迪副总做伙？伊现在做要娶迄个查某？啊，迄个高小姐是啥啊？我拄则看你的表情，秘书，甲伊是熟识的。我甲安迪副总分手啊！拄则迄位是四天金矿的大小姐，伊甲副总的婚书是当初对夫人安排的。你上好莫乌白讲，我甲副总的关系，较免去得罪着夫人。啊，所以是夫人逼你甲副总分手的啊？真正有够超过的！安尼你哪会甘愿啊？不被祝福的爱情本来就无未来。美颜，你嘛同款，你介入外面的婚姻，今麦都超工带入去黄家，你就是讲你会当取代外面啊？无可能，你无来祝福你甲黄玉生。李冬雨，我今麦是替你抱不平的，你甲我讲这要创啥？我只是希望你会当甲黄玉生放下。做小三袂有好的下场的。那安尼，我巴肚内底宝宝是要安怎？是安怎？你所有的人拢徛伫魏云迄边，医生嘛是，嘛唔肯陪我去做产检。我感觉我的囡仔比袂过一个永远袂回来的人。林美妍，喂，我是。搜救队啊！您跟我维园消息。好，好，我知影。麻烦您继续找维园。好，多谢多谢。拢已经超过黄金72小时，警方还没停止搜索。那是树林的搜救队了。因讲维园出代志迄天。登山客看到两个查某囡仔在冤家，林美妍，为了出代志迄天，你是不是在现场啊？你伫为了做啥物代志？我迄天去买包包的啥？这不是我的。奶奶总说你为什么遐尔确定委员袂阁倒转来啊？迄是因为委员已经失踪遮尼久啊，一礼拜啊，伊倒来早就倒来啊。而且我今麦去要做妈妈，我才袂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代志。那安尼你就把你的乌鸦嘴点起，卖后被纠察委员，委员一定会平安倒转来。我明早就搬落水啊，伊我无可能转来。我是艾伦的亲生妈妈。听到丁环朱鹏你的名，应该是要应我跟世平的名才对。凭什么应你挂回你的名？啊，搁有啦，请人开名单哦，万爱由我来开才对。我跟世平拍天下的时阵，你搁要留阮国家的门嘞？是我考虑到不周到，就照秀红姐伊讲的办。秀红姐，这是酒家、高家两家的联姻，请来贵宾拢是四天金矿甲盛发集团一个生理场的客户甲朋友，所以主婚礼应该是高总裁甲阿曼达才对。大照你安尼讲，到时阵婚礼的主导是啥物人要坐大位？郭慧玲。我是因为你的家族想要正式联姻，
害我叫予细汉逼离婚。即摆我查某囝要结婚，我阁袂当做大位，安尼敢讲会得过？小凤姐啊，我真正无安尼想。若是我出现，会予你无欢喜。艾伦结婚一天，我会当卖出现不要紧。你拢有听到啊吼？是家己生气，唔敢出现，我无必要。啊，唔过，即马高总裁太太是阿曼达，对我大家拢知影。世天金跟我当初对胡林是阿曼达。小凤姐啊，你甲高总裁拢离婚这么久啊，应该是无适合坐大位哦。李了尊公伫咧这个家，是向公为君子。当初细汉逼我离婚，伊欠我一份钱。伫咧这个家哦，这个查某永远拢爱看我的面色。啊，不过阮周家亲家就干那阿曼达，唔是你这位已经和人离婚的情妇。为了阮周家立场袂改变，阮认定的亲家还佮有主婚礼，就干那阿曼达。艾伦，你看啦，另外人哦，拢看我无啦，连我被警察给查某囝，拢袂当坐大位，个个根本就无我的位置。妈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让你坐大位，让你做主婚礼，我不让你受委屈啦。妈妈只有你会当我哭，一定是梅艳害啦！我的查某囝，我不知道委员在倒，伊是不是有受伤无？委员，阿姨，委员一定无代志的。是啊，咱绝对袂当放弃。给他抓起来关，他做出这些事情，竟然会当呢当作无代志，徛在我的面头前。他目睭紧紧看你跋落水，他明明就知影你袂晓收水啊，他根本就是要把你害死。那个所在无监视器，而且幽灵病院出去的人嘛是我，什么证据拢无，若无我早就报案了。为今麦开始，我爱林美妍，还佮有冤家的人付出代价。所以讲，我回来的代志，请恁先替我保守秘密。你是别伫我的办公室，我已经找你的物件，找到就回来。啊，有啥物代志，随敲电话给我。
我今仔日哦，孕吐到足厉害嘞，什么拢食袂落。冬雨无伫咧办公室哦。哦，无啦，我要提公文予冬雨签。恭喜有地当。伊刚伫白云，我有听到白云的声。伊刚是分手几个甲我偷命啊！别，这摆是历史，咱脑壳里有鬼，我唔当，家己惊家己。你着好好啊，甲神明去修行，莫阁留恋哦，这个世间啊，我一定会烧足侪足侪纸钱予你的，拜托你，拜托你，拜托你，莫来找我。宝贝，宝贝。是咪咧甲我讲，文云无要原谅我，伊要惩罚我。你想要甲我弄着啊？万一我，万不哩，我若是跋倒，你敢陪去？小姐，是你自己弄完的，你欠我一句死嘞。死嘞？无你即摆人是安怎？想怎拢爱叫我回去嘞？我是做唔到什么代志啊！你若是心情无好哦，想要想要出去，你找唔到人啊啦！你欠我一个死嘞！我想要甲你回去嘞啊！是你甲我弄掉的呢！妈，你这妈想怎样？你问伊啊！是你哦，妈。这位小姐哦，是事发的员工。顶刚去找安迪的时阵哦，一个叫亲戚来跟我咧讨论那边的代志。哎，狐狸高小姐，哎你好，我叫林美妍。以后走路较细腻。多谢狐狸。哎，高小姐，你今日嘛来拜拜哦？哦，我两次哦，你为国外留学回来的人哦，拢无咧心机头的。后摆你叫我艾伦就好啦，你讲得无唔对。其实我是较认为哦，这人定胜天。啊，不过若是有神明的加持，和我甲安迪的婚事搁较顺利，搁较美满，这嘛无啥物唔好啊。若是我甲高艾伦变作姊妹仔，伊就会当变作是我会当用的机理。无得卡，我就会当甲冬雨压底。艾伦。你会当嫁予安迪副总，一定足侪人足欣赏你诶。听你安尼讲哦，我是毋是应该爱甲这未婚夫看着才会用？无毋对，你看安迪副总哦，人缘倒阁有钱，啊对查某囡仔阁好，想袂到遮尔早就互你订起来，迄拢毋知影有偌侪查某囡仔感到家己失恋啦。安怎讲啊？你知影什么事？太济啊！我今日阁有代志要无闲，连工再阁讲哈。好，再见。